你在一起。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Hello。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三宝经》首楞严经第六卷，就是文殊菩萨选圆通的句诵，上次讲到归愿信无二，方便有多门，这是说，如果说回到清净之心的本源呢？无论是哪一个法门，到了就近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说归元性无二。但是要入门开始修学，那个入门的方法、修持的这个方便，那就有多门了，所以这里有25位圆通，那么在其他经里。说到最多的时候，详细说到84000法门，现在这里只约25门呢，来加以分别，接下去说顺信无不通，顺利皆方便，顺信就是指证圣果之后，测证自己的真性。那无论哪一个法门到了这个境界都是平等，都是通达，没有差别，但是在开始修学的时候，或者是顺是一顺境而修，或者是逆修，这都是入门的浅巧方便，但是初心入三脉啊，此处不同论。初心，初发心，初发心要求证圆通，三脉就是圆通了，要求证这个圆通的镇定三脉，那么有快有慢的差别，吃是慢，说是快，那就这一对轮子类，这一类的修法就有差别了，就不相同了，所以叫做次数不同论。前面曾说过，如果选到与自己的根性相合的修法，得到圆根，那么与不圆根比较起来啊，有日节的差别，就是说如果是适合自己的根性，这个修法事半功倍，假如不适合自己的根性的，那就会翻过来就变成事倍而功半了，而且严重到日界相差。那么由此之故啊，初入门需要选择。说到这个选择呀，前面解释这个佛说的话，就是佛要文殊菩萨选圆通的时候曾说过，佛对文殊说，你看这25位无学诸大菩萨并阿罗汉，他们最初修行成道的全巧方便，都是证到真实的圆通，他们的修行啊，实在并没有留恋，也没有前后差别，
那么现在是为了要给阿难的修法，我今欲令阿难开悟啊。所以文句里面解释说，既然是为阿难这一类的根性，那就显示简机不简慎，只是简别适合这个当机的根性啊，解他的修法。而对于二十五圣啊，并不简别，意思就是说二十五圣所证的圆通平等没有差别，这个不能简别，而只是简别要适应阿难的根性，阿难给阿难能够修的哪一种比较适合他的根性，使阿难开悟。所以说二十五行啊，随当其根，这二十五圆通啊，不晓得哪一种这适合阿难的根性，要文殊来帮他选择。兼带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这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此界就指我们这个世界，既然指我们这个世界，那就显示其他十方世界不一定跟这个一样，只是越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的根基啊，能够兼带跟阿难差不多相同的啊，想要入菩萨圣求无上菩提之道，那么他们用什么方便的法门呢、啊、比较容易成就啊，免至于事倍功半。那么就是要文殊选这个圆通啊，是选机根基，选给阿难这个根基适合他修的法门啊，而对于这个法门也是平等啊，不减法，减情而不减法。情就是众生的迷情啊，在众生的迷情，它的根性有利有钝啊，那么适合哪一种人，他的根性如何能够配合得上，而修法是平等的啊。如果是根基，他根基过去的习性有深有熟，有过去多生的经验，属于哪一种比较适合于他修啊、例如阿难多生以来都是以多闻第一啊，都是以多闻智为为他入门的方法，那么因此这个他这个多闻呢，应当要用什么方式来适合他的修法，在这二十五圣当中呢，选择一个让他能够修的，所以目标完全对阿难，主要对阿难，要给阿难能够修，兼带跟阿难同流的根性，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也能适合啊。那么在这二十五门当中啊，要选择一种。那么文殊老早就知道阿难应当是修耳根圆通，因为他是多闻痴啊，都是从耳根入的。那么因此啊，要先把前面二十四种把它先把它简别啊，说明认为前面二十四种啊不适合阿难根性啊。那么在卷的时候，每一种找出一个理由，每一种圆通啊，六尘六根啊，六识七大，这二十五种当中除掉耳根圆通之外，其他每一种找出一个不适合于初心的这个方式来跟他说明就可以了。所以对于这些选圆通的文字啊，不要钻牛角尖啊，你不要一种这个选择的文字里面呢、啊、要找出里面的很多问题来啊，自己增加麻烦，这个不必，只是顺着他的选择的文字啊，每一种圆通因为不适合阿难，那么就是说不适合初心啊，那么一样一样把它说明，每一种有一种问题就可以过得去，不必细说。所以先从这个六尘呢、啊、先鉴别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一样一样鉴别不适合有阿难啊。一开头
就是卷这个色法啊，色相结层层，丁了不能车，如何不明车，于是或圆通。减这个色尘，色尘呢、啊、是众生的妄想心啊，那么凝结而成就的啊，这是沉静，是色尘的境界。色想，色是由众生的妄想而凝结成为现在的沉静啊，因此啊，金了不能测，金了两个字啊，在本经里面前面也发现过啊几次，例如第四卷里面啊，佛对阿难说，阿难，如是六根，由彼觉明，由明明觉，是彼金了，年旺发光。这里就有一个金了，是彼金了，金精细很微细的这个这个法子，就是指这个自信啊，它有本有智慧，了了分明啊。现在因为设想啊，这是妄想而成的啊，那么本有的精明的了知啊，不能够透彻，因为这是妄想。你观察设成呢、啊，只是妄想观妄想，用妄想观色尘的妄想啊，妄想凝结的这个东西，所以精明了知的知性不能够从这个色尘里面彻知啊。像这样如啊不能够完全明彻的这个色尘啊，怎么能够由此而由初心修正得到圆通呢？这如何不明彻啊？如何是反问之词？怎么可以用这个不明不彻的这个色尘而由此修正要初心的人，由此证到圆通？那怎么有可能呢？啊，这只是越他是妄想观妄想这样子啊，不能成就啊，因为不是以明白自性来表示。所以说啊，这是阿难不能修这个法门。另外有一种道理需要知道啊，显圆通的时候，六尘先从色尘取，从色尘减取，到了最后结尾显耳门圆通，耳根是最生尘啊，就是色法以生成这两种尘经啊，束缚众生最严重的。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在色法啊耳根天的生成，整天除掉睡觉，他都在这里面打滚，就是睡着了，他所梦见的也是色尘，也是耳朵闻的声。所以众生虽然是在一切妄尘当中啊，在哪里轮转，可是他一天到晚所应用所对的境界，差不多80%都是色声两种啊、嗯、所以后边第十卷的经文呢，最后佛的结文里面曾说啊，声音是由灭从色除啊。第十卷啊，阿难再问的时候，佛的答复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身，假定说我们众生的身起来的这个情况，那么罪先如果有身的话，那是是愿罪先有，身因是由啊，就从心法先起呢，然后才有这个见分相分嘛啊。灭从色除，要灭它，就从五蕴的次序啊，先从色蕴下功夫啊，色蕴最初。先破除色蕴的执着，然后才能够按照次序啊受想行而到时。所以声音是由啊灭从色除，因此之故啊，文殊选圆通开头先破色。你这里面有包含我们修学佛法第一个
先破除色尘，先破除色蕴啊。例如我们一天到晚眼睛所看的都是这些境界，假如你不被这个色尘的境界所转的话，那您对于这个佛法的受用啊，慢慢就会得到啊。所以先从色法下功夫，这是先说色法这种的，从色法修观不是阿难的根性，所以说啊不能再圆通啊，这是不能啊由此获得圆通，这是对阿难说的啊。前面由波尼说陀就是由这个法子入门啊，并不是说个个不能，而是现在对阿难说这个话，以后不必再说，就顺着文字解释。第二是选这个卷这个生辰，音声杂语言，但依名句外，一非含一切，云何或圆通？这是生辰。前面这个焦成儒、焦成拿，他是闻佛所说的四谛声，由此修行开悟，证阿罗汉果，所以生成为上。现在这里说明音声啊，凡是外界的音声里面混杂着语言文字啊，佛在世的时候文字还没有盛行，一般修学佛法都是用啊口传的啊，那么彼此互相口传啊，我听到的我说给你听，你再传给别人，那么这样子这个音声啊，那么到了后来有文字了啊，就是总不出啊名句味，这个味啊就是指这个文字里面所显现的这个意义，意味意义啊，心意就叫做文啊，就是文字，字就是字，名句文就是三个啊，就在这个唯识家白法里面24种不相应里面有这3种啊，名声、句声、文声，那个文声就是这里的味，上面那个一字啊，古人的解释有多种不同，那个温林戒怀禅师的要解里面，他对于这个一他就训作为啊，竖心旁的为，思维的为啊，他说一为也，没有解释。那么其他的注词或者是一就是是，是非的是，有些解释一就是彼，彼此的彼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查过这个形音义，这个字啊并没有为字的这个说法啊，那么是也没有，而这个字啊是第二代名称，就是你我的你呀、啊、还用途在这里，或者是第三者的代名称啊，只是代名词的代用词啊，那么因此这个一字啊，如果在这里用这个一字啊，并不是很正确啊。那么有一部注解里面说古代宋朝啊，不是很古了，宋朝的全道本跟绍兴本，就是宋高宗，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所印出来的楞严经啊，跟这个全道是宋孝宗，南宋宋孝宗全道年间啊所印出来的流通的这个楞严经，这个一字啊是用这个依靠的依，依靠的依，人字旁啊，衣服的衣，就是我们说皈依三宝的那个依字啊，所以他用那个依字啊，意思就很显明了啊，所以原来可能是那个一字，因为宋本的藏经啊，那个时候已经有在哪里变成藏经的模型了，而楞严经呢
无论是孝经本与全道本这两本的经文呢、啊，这里但一名即位，这个一呀、啊、不是这个一，不是这个一，而是皈依的那个依字。如果是用皈依的那个依字呢，那意思就很通了，不用解释。因为这个音声杂语言后来都是名即文，都是依这个名声即声文声而来表达它的意义的，所以用依字更显明了。一回函一切，就是说这个名句文这些文字啊，不能够一句里面包含一切法啊，一句里面要显出一切意义很少，不是完全没有，但是这种啊很少。如果靠这种方式要求圆通，恐怕就很难了。所以一会含一切，云何获圆通？怎么能够获得圆通呢？那么这是卷掉生存。其次啊，相成，这以下的比较容易了解了啊。相以何中之，离者原无有，不恒其所觉，云何获圆通？相成，彼此所对的相成啊，要跟这个相成相合，彼此的气跟这个外面的相成的相的这个气味相合，才能够知道有香哦。这个香很香哦，是沉香还是檀香？一闻，闻到那个味道就知道它是什么香啊。离着原无有，如果离开那个香味，鼻子跟那个香尘离开远离的话，那就没有啊这个香臭的感觉了，香味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离着原无有就根本没有。那么这个修法呀，不恒其所觉，恒常，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闻香，偶然闻之而已，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闻香。所以这个不恒其所觉，觉是觉知这个香味，不能够这样一天到晚闻到那个香味来观察，那么怎么能够修行得到圆通呢？云何获圆通？只论这个何以离，就可以明白这个不是常修之法。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
0005，账号0120011973888，01200119738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屏东妙云寺联合举办大蒙山施食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湛江法师、湛同法师领众，日期7月31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恭送普贤行愿品暨佛前大供，下午1点护生暨大蒙山法会，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请线上表单填写消灾超荐牌位。连结 www.cbzy.org.tw731。高雄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报恩孝亲启建梁皇宝忏法会暨三十系念法会，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梁皇宝忏法会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8月27日星期六，三十系念法会时间上午9点，恭请慧泰法师、慧亮法师、广护法师共同主法，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0398998686，03989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